也不行，这。我们结婚吧，是真的那种，真的结婚，你愿意吗？你真的快要嫁给我啦。因为我已经穿这双加长旧鞋太久了，虽然款式并不是我以前喜欢的，哎，哦，你醒了？哎呀，你回来了！哎呀，我等你等的，我心，别睡，别睡，别睡，还是睡着。哎呀，那个，你吃饭了吗？我给你下点面条吧。不是方便面，是鸡蛋柿子面。吃不吃？不用，我不饿。你怎么没去展会呀？啊，我去不去没什么用呢。应该能不错吧？效果特别好，现场气氛也特别热烈，你应该去看看的。LED 没问题吧？没问题。一切都很正常，你不要老是想的那么消极。对不起啊，我就是考虑的太多，没事更好。哎，我报告你个好事。嗯。我报了一个旅游团，能出境旅游，去十个国家，能看世界上最蓝的海。十个国家？十个国家虽然说不能逐个的了解，但是可以广泛的了解一下。行吧，我累了，我先睡了。哎，啊，你等会儿，你回来，站着别动，你等我啊，别等。哎呀，哎呀，你干嘛呀？找不着了。你找什么呢？其实想和你好好谈一谈吧。谈什么？这个，毕竟咱们两个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了，我还是挺了解你的。虽然说你脾气不好，喜怒无常，总爱挑三拣四，又不温柔。我没觉得我不温柔。不是，我没那个意思，就是你脾气不好，我可以忍，你喜怒无常我也能忍，你爱挑三拣四我也忍，你不温柔，但是我可以温柔。你想说明什么？其实我想说，我喜欢你。虽然说我那种表达方式不够浪漫吧，又没有什么玫瑰花之类的，但是你要知道，有好多男人用一束玫瑰花就能骗女孩一夜。我虽然说没有玫瑰花，但是我可以用一生一世去爱你，去照顾你。
的味道纠缠着，仍然甩不掉。如果能牵着快乐紧紧相伴到老，整个世界纷扰我全可以不要。温柔它换不来假设，眼泪不是一种解脱。有些话明知没有结果，不要再说。你总说我看不见你对我有多好，结婚吧。巨蟹座的我心里其实全知道，依赖它是一种毒药，习惯总是提醒着我，我们的爱是一朵雾彩的泡沫。我先接个电话。喂，小罗触电了。触电了？对呀，会场呢，我马上去一趟，回来再说。我。你知道吗？小罗刚才被抬到救护车上的时候，一抽一抽的，一点知觉都没有了。哎，你说他这么久没出来，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啊？哎，你别瞎说了。请问你们哪位是李月彤？啊，你好。是。能说说这次触电事故的经过吗？你们干嘛的？请问知道这次事故的直接责任人是谁吗？我是蓝色推广部总监。在事实没弄清楚之前，我们不接受任何采访。是。采取这样的回避态度，是因为背后有隐情吗？你们这样不给媒体解释的话，我会认为你们有内幕。到事实澄清以后，我们会给记者和媒体一个满意的答复，好不好？哎，不是，哎，请等一下，我现在不太方便。哎，你们怎么回事？这谁呀、啊？这怎么把记者都找来了？这，哎呀，是严重的，哎呀，完了，纸肯定包不住了，这个事儿闹大了。这个活动的负责人是李月彤啊，我们公司跟他对口联系的负责人叫韩东，我作为公司的行政领导，一般也不干涉公司的具体业务，所以呢，这采购 LED 屏幕的事情呢，也是他们在定，公司也是按照程序留下所有的票据。你说的这个韩东现在在哪儿？出国留学了，刚走，你们最好还是问问李月彤吧。你怎么又回去了呢，小罗？我不是好奇那块儿号称最先进的 LED 屏幕吗？昨天你们都去参加活动了，我想呢，反正也没有人管了，我就又回去了。在哪儿惦着的呀？我就记着，我一下子没有站稳，然后我就顺手扶了一下四号屏。哎呀，然后我也不知道我抓到什么东西，之后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。什么四号机啊？康副总监，你老说我碰屏幕，我真的什么也没碰啊。我那天就觉得四号屏有点不对劲儿，我刚想看看，你就把我给赶走了。不是，小罗，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？这事儿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这怎么回事啊？你好，请问哪位是李月彤？我。你们蓝色公司活动现场有点疑点，需要配合我们做个笔录。稍等一下，我是蓝色公司总监，是他上司，有事跟我谈好不好？
啊，我们一会儿会问到你的。请，请。哎，张杜哥，这怎么回事啊？情况怎么样？你怎么在这儿？你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跟我讲一下。现在所有的证据都指向我，说有什么用？谁能证明我的清白？有谁会信？我相信你啊！你信有什么用？哎呀，是不是那个 LED 屏有问题？他们用的是旧屏，所有的线路接口和现在的规格都不一样，是硬生生接上去的，所以才会漏电。张铎，当初不是你验收的吗？可是他们……算了，现在每一张单据上都是我的签字，我是最大的责任人。已经路过口供了。走吧。团长，情人节怎么回事啊？对呀、啊，谁知道呀？真没想到，什么是女的，什么是女的，经济案子啊？团长，不是他，是我进监狱的。张总哥，谭总他不在，他人呢？不知道。真想不到，是吧？别说了。谭总，也太谨慎了吧！办事呀，谨慎点没坏处。不过呀，你这句话提醒了我，关于这件事儿，所有咱俩的联系，所有的事儿，只能是当面说。只要留下痕迹的，一概不用。是，哎呀，放心吧，谭总，我替您挡的是滴水不漏。李月彤啊，这次肯定是爬不出来了。哎呀，不过让李月彤长时间待在里面，我也挺难受的啊。哎呀，得赶紧出来。行，一切照计划行事。据我估算着，这三五天之内就会有替罪羊要入虎口了。这您还有什么高招？我知道了。谭总，谭总，张铎总监在找您。好，你明白了，你们盯着点啊，别这么事儿总是犯了。知道了，进。谭总，李月彤被警察带走了，咱们得想办法救救他。我知道了，他是清白的，
不能让他来承担这一切责任。是啊，我正在想办法。这件事影响非常坏，这媒体们又死咬着不放，推波助澜，火上浇油。我怕接下来的事儿更加难以控制。能不能想办法找到那个韩东？已经安排人去找了。得多长时间？时间不好说。我总部已经打过电话了，所有的高层都非常震怒，要求我们在最短的时间之内把这件事儿必须圆满地解决掉。那也不能牺牲李月彤，他是清白的。这件事儿我们都知道，我也比你清楚。好，哎，张铎呀，你要多找一些对李月彤有利的证据。谢谢你。找几个人把门口那小子给我轰出去。哎，行，哎，别推我呀。你看一下这材料。这事我办不了。为什么？证据对你不利。你们太让我失望了。难道你们律师就只打一些十拿九稳的官司吗？赚一些律师费就拉倒了？能不能拍自己良心问一问自己，到底还能不能替我们分清黑白、辨明是非了？到底能不能？不是我不想帮你，是我帮不了你。律师是要靠证据说话的，这上所有的证据对你都是不利的。说实话，这个事儿谁都办不了。不好意思啊。为什么不去看看李月彤？哎呀，张铎呀，你和我都是成年人，你应该知道，越是在大是大非面前，越要保持冷静、客观、理智。如果你这么问我，倒要问你，这么长时间了，你找到了一件对月彤有利的证据吗？可是那也要给他希望啊。你和我都清楚，在警察和所有的司法机关把指证对向李月彤的时候，我们翻案的机会有多大。那你就这么认了？他面临的是什么？牢狱之灾。这意味着什么？你会毁了他。
如果我能够为月童做他想要的一切，如果我能替他去坐牢，如果我能替他去吃苦，我愿意放弃眼前的一切。我不认为一个大老爷们坐几年牢吃这点苦是什么天大的事儿。多大啥事儿别着急，车到山前必有路。不有一句老话说得好吗？三个臭不像的鞋熏死一个诸葛亮吗？你个臭大头，你知不知道现在这件事儿有多严重啊？现在马上就要开庭了，如果再找不到证据的话，李月彤真的坐牢了怎么办呢？多大，那你的意思是梁总的事儿？就是他。哎，那从姓梁的小子嘴里得到点消息不就完了吗？哎，我倒是有一个办法，不过就是路子有点野。别管野不野，有啥办法你说呀。如果能把那个姓梁的灌醉了，然后……好办法。哎，但是姓梁的小子咱能约出来吗？这个我有办法。那不就行了吗？行啥呀，就算你把他约出来他不喝酒咋办呢？那个大头，你忘了还有美人计呢。不行，这个绝对不行。假如说李月彤救不出来，再把丁战搭进去，那可坏了。大头，你还是哥们儿不？还能讲点义气不？就是，你连女人都不如。我问你啊，如果是我出事儿了，你也能袖手旁观吗？不是，丁震，我不是那意思。多的，万一姓梁的小子不喜欢女人，喜欢男人咋办？你去呀。为啥？你又白又胖。我。去不去给个痛快话？哎呀，到底去不去啊？那你舍得？嗯。丁灿，好样的。嗯。梁总，就这位先生等您。您是梁总？是我呀。我的名片。哎呦，金刚石公司。哎呀，失敬失敬，快把我的好茶叶拿来。不用了，我来呢是有个项目想与您合作。跟我合作？那可太荣幸了。不过贵公司可是国内顶尖的数字科技公司啊，怎么会跟我们这种没资本没名气的小公司合作呢？说得好，说实话这个项目难度不太大，没必要和太大的公司合作。是，跟大的公司合作呢相对来说麻烦一些。对。第二呢，我这个项目机密性比较高，跟大的公司合作怕别人注意到我。是国家机密？这个就不方便说了，假如说我们签了保密合同我就可以告诉你了。这个我理解，我理解，完全理解。哎呀，您感兴趣吗？感兴趣啊。那我们谈谈吧。那好好好。换一个环境吧，这儿不在这儿谈谈。换一个好的环境。
那行那行，那我做东，那咱不用了，我已经安排好了，车在楼下，走吧。走，梁总。啊，走。啊啊，走。罗总，罗总，你请，你请。开门。你好。你好，梁总，请。好，好，那好，我先来。今天说实话这个氛围很难得，太好了啊，太好，哥们之间就开心快乐，知道吗？哎呀，罗总，都是弟兄了，你看看咱酒也喝了，饭也吃了，挺好的。你看咱们说那个事儿，您看，我告诉你啊，今天不谈事儿，今天喝酒是大事儿，正事儿是小事儿，只要哥们儿开心高兴，比啥都强，是吧？交心，以后再交易，行吗？这样来，罗总，这个别不能再喝了，再喝就醉了。咱哥俩来个豪华，谁都不带，就咱俩。那咱这事儿，罗总，啥都不谈，今儿就开心为主，干了。我也干了，必须干。哥们儿，豪爽。太吓人了，我以为给喝死了。太能喝了。请小妹儿。谢谢你们几个，哥一点小意思，你们回去。谢谢啊，谢谢谢谢谢谢。谢谢，睡着了。多大？多大？快起来。差不多都给我撂倒了，都干了，老能喝了。我来问你，录录音机呢？录啥录音机呀？这个好使，整明白了啊，梁总啊。梁总啊，梁总，梁总，哎呀，跟您谈个事儿呗。好。那个 LED 屏的事儿吧。好。先生，先生，先生，您醒醒。几点了？我们这里打烊了，先生。
哎呀，哎，他们人呢？你的朋友他们都走了。走了？哦，是的。呀，走，来吧，庆祝一下吧。来，今天我们配合的真是天衣无缝啊！哎呀，多子，你是没在现场，就我在那屋我都待不下去了。妈，丁灿那家嗲嗲，那说话，那我听完以后身上那鸡皮疙瘩，这一扒拉都往地下掉。我跟你学啊，梁总，我给你买上。哎呀，去去去，干一个。你这是夸我呢，还是夸我呢，还是夸我呢？夸你呢。今天没你，那姓梁能摆平吗？我看也是。丁灿的实力，我相信。来，哥敬你口。谢谢刘哥。功臣，都是为你的事儿啊。灿，我想了啊，就以后咱家呢，大事小事，就是。有事没事全由你说话算。哎，谁跟你咱家的？边去边去，真是。哎，对了，今天最重要的事儿弄好了没？听听那录音啊。对，看看效果怎么样。哎呦我的妈，说啥都录下来了，你听着吧。梁总刚才喝成那样，哎呦喂，看看这录的清不清楚啊。是。哎呀，不是这个，这个吧。哎呀，你怎么那么笨呢？不是那哪个呀？哎，我录了。这个呢？你保存了？不是，怎么了？你拿来吧。有没？大头，你今天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录音了。谭总，麻烦了，你得帮帮我呀。梁子啊，哎呀，这急事儿要缓办，一看你这着急着忙慌的。你脑袋是进水了还是被驴踢了啊？这金刚石公司能把这么大的业务交给你吗？我当时也没多想，可是谭总，我在最危险的时候还在维护你啊，我没有把你交代出来。梁子兄弟这么说来，我这做大哥的还得说声谢谢啊。不是谭总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您路子多人脉广，你帮帮兄弟，你拉我一把，他们现在肯定把录音交到公安局去了。这事儿啊，我也在寻思。但是呀，这司法机关讲究的是证据，你小子呼儿喝的，一通胡吹六哨，整个把自己的内部揭了底了。你想想看，这司法机关取证之后，就成为呈堂证供。你小子这次咸鱼想翻身。不大可能，谭总，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你不能见死不救啊！这梁子兄弟，你看，刚说你沉稳，这你又急了不是？你说一个男人，这坐几年牢能算什么？这么跟你说吧，如果你能潇洒的坐几年牢回来，我保证你的家人在外头享尽荣华富贵。家人，对呀，我觉得可以把进去这几年呀当成是度假。你在里边的这段时间酬劳是你外边的翻倍。这钱不重要。哎，对了，那个咱们那个弟妹还住在那滨海小区402那个单元楼上吧？啊。行了，地址你都不用给我了，我都认识了。我一定在你进去期间常去帮你看望他们，好不？
别生气了，行吗？我不是故意的，我也想录，但他没录上。能不生气吗？折腾了半天都白费了，都怪你。朵朵，你别不理我行吗？可能是老天就这么安排的，他命中就有这么一劫，谁也救不了李月彤。你再说一句。我们真的帮不了李月彤。我告诉你啊，我一定要救他。喂，大头，是我。大头，刚才的确是我太冲动了，对不住了啊，千万别往心里去。那个，我家，不，我农村那个家，地址和电话号码你都知道吧？知道就好。哎呀，这样，我这次呢可能要出差，时间稍长一些，可能需要几年吧。你从今以后每隔一两个星期就往我家打一次电话，看看我爸我妈有什么要求，有什么需要，你在家给我好好照料他们。等我回来了，我再好好谢谢你。好，那我撂了，大头，谢谢你。你好，有事吗？我要自首。哎呀，这是什么日子啊？这怎么又来个自首的？你什么情况？我是蓝色公司总监，叫张铎。那起 LED 屏案件跟我有直接关系，是因为我的疏忽和失手所造成的。跟你有关系？可是那个签名可不是你的，是我模仿李月彤签的字。你说话可要负责任啊！我们是要做字迹对比的。好，接着说。事情是这样的，那天